下尚坤，尚坤就是发球的这个左手横拍选手。世界大人生运动会上，他和饶俊文获得了大运会混合双打的冠军，排名第十一。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张超呢是辽宁鞍山人，曹真搭档获得了51届荷兰鹿特丹世乒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，在本次乒上联赛胜利排行榜上是那目前呢是整个成绩和上坤差不多，也是在第十一。我记得得过乒超联赛的冠军，配合了很多很多年。好球，介绍一下，男子上半区，宁波海天对渤海银行天津，这场比赛在前天晚上已经打过一场了，因为是三场两胜制。这场比赛是3-2，宁波海天速击是三盘，马龙拿了两胜进行三场，不是三场，是三场两胜制。如果2-0赢了，就不再进行第三，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。刘诗文拿了郭燕丁宁两分。破釜沉舟了啊！那么大分，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。队伍呢将不再进行附加赛，然后呢，3-0的定位呢要根据第一阶段就是排名的一个成绩，比如第一阶段我打第三。看到这个王励勤上坤呢，他一左一右，毕竟在跑位上快。4-6。上坤是借力打力，那这时候身体的力量压盖过了所有的这个困难，包括对方的旋转力量。现在山东鲁能这个队啊，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，发球。张继科的这场比赛第四盘的三打，那么从观众的角度配合，好的，想赢还不能着急盼，好球！你拿下一
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双方的接下来王励勤和尚坤的表现。王励勤反拉，尚坤侧身，王励勤再拉，啊，有点擦边，大家再来看一下回放。啊，你看这球，哎呦漂亮！尚坤反拉。好球，张超的这板，王励勤这个怎么想的？好的，我是世界混合双打的冠军。这个张超要是封起来啊，这个什么球都锁，谁都锁不住。那你看这种球属于超常规，一个很大的角度，他还是能够抽手反手反拉。所以希望